啊，他逃出来了！他逃走了！他逃走了！哇，好！干嘛太慢了？干嘛太慢了？好杀哦！我没有，主要是没有没有。我的马怎么一直扣起来？有隐形兵，隐形兵！哦，我的马！哪里？兵！我拿稿子打架！哎呦，我的！哎呦，繁星点点，你是重点。啊！我的马死掉了，马也会中毒吗？你是中毒吧？对啊，你中毒，你踩到陷阱吧。没有，有一个会丢那个一直在射中毒箭矢。你放在哪里？我的马又死了。我用卡卡的。对啊，居然直接用中毒箭矢。我马上领出我的库存的马。结果就没了。哎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过来。正面哦，正面有人。哎呦。有两个，那我就那个是谁？起来好了。后面那个是谁？酱油吗？酱油，小心的，酱油加油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哦，起来，有枪刺哎！哦，枪直接跑来阻止我啊！靠，包他！哦，来，还有一个，好险，你有放在副手。二三，对啊，啊，快一点，两颗蛋。哇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个黄金矿洞的，还在里面。那个还蛮会的。速低，它会一直叠方块跟水。破灯。哎，我卡住了，被水卡住了。这里。打的死吗？我下不去。快点。四低，可以。感谢。快一点。知道。哟，哦，终于！妈呀，我想要直接破进来。这只超凶。真的呀。而且他一直放方块，超猛的。小雨，我要搞搞高。你要搞高？搞高。你要付黄金搞高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我帮你付。我要。有没有人想要飞天？有，那你发光。飞天。两个翘刺哦。你为什么会发光？那表示有人呢。没有，老关跟在旁边。哦。这种私盾牌。就一把效率。迷路了。双方平手。没有经验。没有人在捡。没有人在捡星星，好可怜哦！没有人注意到星星，连一颗都不想捡。不是，可是一颗都没捡，没有了，没掉下来了，没掉下来。对，没有，因为红队刚刚在中间晃啊。铁矿山上，来，小恐龙，小恐龙，不要蹲了，还是我看到你了。哎呦，死亡会扣喽，小心啊！谢里哦，哇，那我现在去，哇，这个蓝小雨，我放那个31颗绿宝石，你可以拿去。好，把垃圾弄走啊！怎么加什么？我的，下面空了，本来还不要有一楼哎，你知道吗？本来一楼都拆掉了，我要拆喽。好，穷，好，我要拆一楼。那我们放蛋糕，小心，跳一下就是有水。我要把这些木头拿来喂鱼。哈基被发现了。等我一下。比较鱼吃一下。我帮你弄。青金石矿洞，小心都有人进去了。因为是半砖，所以要用半砖，这很麻烦。我们二打一，不知还有弓。OK。还有弓，你小心，你先补起来血量吧。有一个人又过来了，小恐龙。是个牛排。哇，那个哎，失明剑，而且我现在被虚弱。哎呦，小恐退走了，现在3-1哦。我是没有马的骑士。失明剑是还好，只是有点麻烦而已。我被虚弱。哎，又刚好可能又有隐形兵哦。我在外面捡到一瓶空药水瓶。空药水瓶。他喝了垃圾乱丢啊！哇，下面上。还有这样补他。要叫人！好，叫完了。有人在屋顶，有人在屋顶哦。哦，哎，为什么从后面来？孩子，经验喷泉，经验喷泉，他掉下去了，打他，拜托，干掉，不要二楼，连屋顶都不要这样子。我在拆屋顶了，拆到半路就不要打了。为什么我一直在发光啊？因为你是矿工。你是矿工啊？你现在才发现吗？没有，我刚刚就很疑惑，为什么发光？都过多久了？已经放光了，这陷阱。OK。哇！对面有个。哇，这个很多人啊！他们没有没有，我躲在一个他们很难找到的地方。是啊，你会发亮哎！好，我忍住。好，忍住。哎，阿正，你被挖了。
我走了，我走了，对不起。啊！暴击。他还蛮跳出去吗？棒。等下等下，他那个很凶。啊！等你等你等你，我有被虚弱哦。我有马，我有马了。有马了。你从侧面跟他尬，我从正面。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哎，不行，他中间好多弓箭手。有看到。啊，我哦，他刺客吗？那里危险。他很喜欢放水，他那个几套吧。有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。一滴。哇靠！哇，我没看到。知名剑，他队友帮他。可惜，可惜。哇，那是主战力是吧？可能要打死他喽。对面枪支。他们现在。哦，可以回来射击。前线的可以回来拿装备。嗯，骑马的很怕弓箭手。现在他们卡在我们的入口，好几个，可能需要支援哦。对、欸，有四只，有四只，四个，四个，有人往青青石。脑子断了，啊，先上青青石的，脑子挖断了。有人要往黄金哦，叫我跑，叫我跑，叫我跑。喂，有干掉他，干掉他，没事没事。呀，快点跳跳马、啊！上来上来，我在上面。不、哦，我的马又被中毒了。哎、欸，撤退撤退。哎、欸，不能啊！他一直追着我。你出来，你出来。在人在。神刀慢点。敢打粉粉？算了算了算了，他出去了，他出去了。喂、欸，不行啊，粉粉，他们这中毒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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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跑、啊、你快跑。我的马死了。换个吃的。啊！我现在是中路啊。啊！那车车车，你你走，我没有马，我都虚了。要跑了吗？都没用了，完了。原来是没用二人组。没用二人。纸老虎。家里好多人哦。家里很多人。哇，这里好吃啊！有很多自己人吗？门口门口很多人。好好好。弓箭手小心。要放哪？看一下。又喷泉？怎么又喷泉？他们是不是都在追吸喷泉，然后就一直哇？因为我们喷泉比较打不过去，嗯，喷鸟弓箭手就无解。不要在那边，以为我没看到你。我们要除职吗？除职吗？除职啊？除职吗？除一下吧。你们才敢冲啊！五十点。你是说让我们经验增加到30 VIP 吗？哇哦！哇哦！真棒，真棒，听起来很棒。猜成这样，这样又可以继续冲了啊！你看，污染的大海就像这样一样，都是垃圾，全部都垃圾啊！你要打那个啦，无限攻，不要。嗯，回到家发现家里好多好宝。有啊，我就说家里面有很多装备可以回来拿。我也来看一看好了，来挑选购买。给那个泱泱，嗯，换好攻，选选看。哇哦！哇哦！你告诉我，刚按我职业技能右键，好像没有什么效果。你按就无敌。你按完之后，你再挖矿就知道效果是什么了。可是我按了以后，我血还是在扣。哇！有人在我们家啊！马骑兵，马骑兵，马骑兵，马骑吗？在我们家前面的树上，马骑，马骑兵，前面，前面，前面，他骑在马上，在树上，在树上。哦，看到了，他现在好像不怎么想打架了。他，干掉干掉干掉！小恐龙吗？工兵？对，对，那个骑马的还中中毒的时候很凶哦。哎，我放了，我们家有两个黄金矿，你要小心哦，黄金矿。哎，我放了职业技能，它是会让我不被打吗？就是打人抗性，抗性是抗性，比较不痛，会扣血，但是。因为我被打了还是蛮痛的，一次一个这样。他的装比较好吧？因为他的装比较好，对他的装比较好的关系啦。那不是抗性五吗？抗性五都无敌。小心那个骑兵，还是四？忘记了。来，要经过你，他再经过这个大道。小雨，只会有人从你正面来。好好。不要，等下小心背后有人点。用电的很明显，用电太明显了。嗯。来啊来啊！嘿嘿，他听着什么声音？盾才盾。他们的父母抬不起。哎、欸，他没有骑红马，可恶，他直走。哇，真的超空的，看得好舒服啊。这超空。快帮忙！想要让他骑我的马。我吸一吸。我们现在在互相对峙弓箭了。啊，我等下死掉，这些垃圾就回收啦、啊！我好聪明哦。
是自杀吗？送给系统。对啊。大海清洁。弓箭手对决啊，这个。我直接丢到你们弓箭手对决，我就直接退开了，懒得去了。将将啊！意外之财，意外之财，大有钱，太棒！五金啊，五金啊！我钱都被拿走了，那钱。哦，棒！哎，地上怎么有钱呐？谁掉地上了？谁掉钱了？掉钱了！掉光光了！哎，我现在重登，我还会在这里吗？那你会在哪里？对啊，不然要不要去哪里？你还想去哪里？你想去哪？我们春饼是不是心情好？每个都在跳舞啊？他很开心，一直在跳。谁射马？谁射马？外面有人在射马。哎，我的妈！我的妈！我的妈！我只是下来休息一下，没水准。哎，你知道他拿你东西吗？谁？二零。没有吧？没有吧？没有吧？到底是没有还是没有？没有吧？可是真的没有吧？有没有？他还要偷色？哎，有人跑进来还揍了我两拳啊！他拿了，那你不讲我们怎么知道？没有，我两拳就死了。哇！两拳就死了。对，我被打，我被打一下，一二三四，我被打一下八个血。好可怕！你没有装备吗？我刚回高雄，掉光了。刚回高雄。哦、所以你在高雄是不是不穿装了？高雄不穿装。哇！哎呦！哦，又变了，又变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又回去了。哎、欸，谁？他放了小恐龙过来。还想偷我的马？还想偷我的马？少一颗海龟蛋，哦、不开心。你在哪？哎、欸，我们的南瓜团来，玩南瓜哦。我的你心里。你不要，你过来。我在对方接啊。你也冲太快了吧？好吧。喂。忍住啊！忍住，忍住。他们很开心，他们跳得很开心。他们很开心，他们开心。射他，射他，跳得超开心的。别让射他，别让射他，别让射他。跳，跳，他被挡住，他挡住了。等下我帮你挖，我帮你挖。帮你挖，帮你挖。他们没有人在管任务吗？应该没有在管，不管了。不管，不管，不管。哇塞！战火哇！哎呦，追击 buff 是不是？挖掘加速，所以我这样打超可以挥超快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不要站在这边。繁星来喽，繁星来喽！嘿，我来了，我回复三，我不怕。我回复三，挖掘加加啦，挥的超快。小恐龙，后面啊，巧克力后面，巧克力后面啊！喂喂，啊，快点！好，他打嘛。就是他，是他拿的南瓜。你那个出要除了，要除了。过头，出死了！我可以继续挖了。好，继续挖。他们完全不理你耶。有了，那局了，他们搞不到我。报仇！爽！等等，我很多矿哦。小心哦。爽！哎，可以，我回收到大自然去了，再去一次。到矿，那我再先一下。捡到。哎，你的马是？大哥吗？你笑什么呢？快，他们骑士来了！需要点食物。骑士来了！哎呦呦呦！被失明剑士！哎呦，失明剑士！我是不是该换一下失明剑士？撤退！你用中毒剑士啊！我们钱那么多。好，继续换。好，来。哦，花钱。你再不换，他们又要再挖走了。是用金对不对？金吗？还是铁？铁吧。哎，红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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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面的箱子很多红石。哪里有食物？食物。我们家来了。那个箱子没有玩，那个唯一的箱子没有玩。没看到食物。小孔，我去换一下，我去换一下。我看到。哎呦，阿成小孔在干嘛？还以为没看到他。弓箭灌到我们家里面。你看，就在我们家里面了。第三件哦，第三件哦，哎，第四件，他已经站到我们家里面了。这个星星，哎，不会，不是没有星星，对啊，没有那个。哎，下去，哎，家里，没事，家里路桥，厉害，所以那个 TNT 也是要用那个，
绿宝石买，触发是不是？中毒两个。哎、欸，小恐龙，小恐龙在里面了。打火机吗？是啊。同学，我只拿拳头吹了他两下。我拿到三叉戟。哦，啊！哎呀，屁股屁股屁股，小心屁股！屁股人在射箭。哎、欸，大力大力大力！他这个侧面有点痛。有人呢、哦？